死路，和你家己自己忍了完。大川，大川，想袂到，大川对我讲话这么啊深，当到我门口有个人乌白来，我安怎解释，伊都听袂落去。我即摆唔知要安怎着好，我实在头痛心乱。父啊，赶紧的，先去隔壁甲我叫阿狗亲妈来。哦，阿娘，我紧来去。你来啦，翠莲啊，阿狗亲妈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我听你昨昏安尼讲，讲你安尼有足重要代志，啥代志啊？阿狗亲妈，你敢不知影，老船不应该，也既然误会我，讲我外口跟人行不端之事。你甲看，唔肯听我的解说，三条路就是拢要让我出路。阿高进，我要安怎？哎呦，讲起来吼，翠莲啊，你咧做人吼，阿高进嘛上了解，你这么善良的查某人，哪有可能讲会去做唔对？来啦。无安尼，我即摆甲你想一个好办法，你倒转去，讲予恁老爸听，啊，看恁老爸哦过家来，讲予老全哦，看伊会落软无，安尼吼，阿公我看会好好无啦吼。去找阮阿爹啊，去阮阿爹老大人出面，无一定，伊老全骨灰都会化解。那当然啦、啊。好，就是阿高进嘛，你替我想一个好办法，也无我的查某囝甲我的后生。麻烦你稍甲我看顾一下，我来去找阮阿爹啊，就是。好好好，啊，你做你倒转去吼。我知影，麻烦你。吼、哦。爹，你爱细你哦。我知影，你爱乖乖哦。进去，进去吼。来啦，恁老母啊，转去找恁阿公，连伊也着倒转来啊，啊，你莫哭吼。我知影。行行去吧，阿公今嘛做物件给你食，行。